特步，天天向上，现在继续。传说中的天天兄弟吗？你是传说中的天天兄弟吗？你是传说中的天天兄弟吗？是的，天天向上马上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娱乐脱口秀节目特步天天向上。欢迎欢迎。我是最近了解一个词儿啊。什么词儿？叫做颜值。颜值就是脸的好看度。那你不要比自己好不好？对啊，对，我也算颜值高。你不是颜值，你是颜菜。今天邀请的嘉宾颜值堪称爆表，全民初恋女神徐静蕾和他的荷尔蒙天团。相信爱情吗？信吧。你呢？没有在一起的就是不对的，对的人你是不会失败的。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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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欢迎。这一次呢是我们观众朋友最忙的一次了。哎呦，啊，手又要拍照，对，还要拍手，哎呦，然后眼睛还要尖叫，还目不暇给看不完。 对，眼睛还要尖叫。对，台上的颜值是特别特别的高，麻烦帮主持人打马赛克好了。对，那也不至于。接下来场上几位分别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罗辑的扮演者张超，谢谢。啊，好帅啊！帅，都留胡子，为什么人家的胡子就那么稀稀拉拉几根呢？嗯，韩哥，你的比较浓，你是金刚狼嘛？对。大家好，我是热依扎，我在剧中扮演珊珊这个角色。我要热依扎可乐，热依扎可乐，但是热依扎啤酒，热依扎啤酒，两位。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扮演者王丽坤。那你明天扮演谁啊？明天没来。明天上戏，明天没来啊？对，这一位，这是昨天。对啊，大家好，我是彭泽阳，我也是吴亦凡，谢谢。哎，哇，尖叫尖叫，导演。我是徐静蕾。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然后也是主演之一。然后我跟他们其实演的不是一辈儿的，我是演他们奶奶那辈儿，在1940年的故事。奶奶穿越嘛，嗯，我是奶奶。哦，谢谢大家。奶奶，而且听说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哇，土拨鼠环保袋，还有红包，对，红包，让我们大家一起扔好不好？好，帅哥扔哪边？这么扔吗？当然受伤吗？不会不会，你轻点就行，人远一点啊。
太好了，太好了，特别热闹。对，好多初中的孩子、高中孩子觉得大学是一个大大的谈恋爱的地方，而且都不用上课嘛。那个时候被我们误导了，后来成了华语影坛当中首个票房破亿的女导演。最近的这个作品是带领这些年轻人的一个作品，是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这个电影的名字听上去怎么特别像一首歌的名字啊？英国有一个很有名乐队叫 King， 他有一首歌叫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好棒哦，今年情人节，情人节要上映了，24号。这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是讲的两代人的爱情故事。然后李坤演的这个今天，他因为生活中两道重创嘛，然后就到了布拉格，然后就发现了一段奶奶当年在那边的故事，自己也碰到了一个真爱，对，大提琴手啊，哇，那就各种浪漫呐。就是说明你不要担心，有时候自己好像会失去了很多东西，然后未来还会更好。可是大提琴，大提琴，再说一遍 ，LA 住久了，大提琴手，大提琴，男的大提琴手，对啊，很容易劈腿啊。为什么？中间夹个琴，因为琴而劈腿。哇，哎呀，你当个导演，你穿的导演穿这样，这是大模吧？这怎么专心演戏？感觉是两个演员。哎呦，这么关心。你穿的那么时尚，有可能就给大家考试一下。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参加。派代表，你来点，老徐。来，吴亦凡，来，吴亦凡有点难，他那个中文水平稍微。对对，吴亦凡。吴亦凡行吗？行，导演点将了，还要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姑娘。这个我是真不行啊，说他真不行，我也觉得他可能费点力气。你帮帮他，都上来吧，一人写一个来。我们干脆报成语四个字，每个人写一个字。吴亦凡，你赶快挑那种最简单的。好，对，我看行。哎呦，这还真是挺难的，鬼鬼丛丛，这好不？鬼鬼祟祟，鬼鬼丛丛。鬼鬼祟祟，这个祟怎么写？超哥，你连鬼都写不出来，你按照我们的湖南话说，你喷的龟了、啊，这是见鬼了！不要别看啊，别看啊，鬼鬼。我们的静蕾姐已经写完了，导演有可能你要扣他们的工资了，或者是下部戏有可能不会找他们了。哇，你这是鬼鬼祟祟吗？写的字是二鬼摔跤啊，这是。好，等一下，吴亦凡同学，啊，我写完了，祟祟呢？他们哥，我就是写两个鬼而已，下面是留给咱们。你负责俩鬼，俩鬼算一炸，我跟你说。真聪明，来坤，碎碎，完了，大家的心都碎在这一刻了。碎了，碎碎，鬼鬼碎碎，洗洗碎吧。好。哎呦，好，我们首先看导演的啊。好，看老徐的啊、嗯。对了吗，峰哥？对了，上面一个出，上面一个出，下面是。来看我的背后吧。啊，超哥的，我的背后啊，因为挡着这几个字啊，就发凉，我的背后。啊，三二一，哎呦，鬼鬼出，鬼鬼碎啊，碎。好，接下来再来一个，一凡你先写吧。啊，好，你到黑板附近去，你别鬼鬼祟祟的躲在我旁边。韩哥。我们的颜值虽然输很多啊、但在写字上面找回不少自信。美轮美奂，吴亦凡同学。哦，就是打球啊，每一轮都要换一个人，换人，所以叫美轮美奂，是吧？是。美轮美奂，美轮，美轮轮，美奂。我只写第一个字不是吗？你尝试一下四个字都写嘛。美轮美约，美约，你想约谁呀、啊？这是想复杂了。全还给老师了。你看，真是不好写。你发现没有，立春跟那个吴亦凡都是属于那种人美话少，但是听说他们私下里啊，经常 PK 一些冷笑话。亦凡，你来说个冷笑话吧。对啊，来，走一个。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这笑话我很小就听过了。好，小明特别的好笑。这个笑话就是。意思他站在那儿就是一个笑话，走的是意识流。峰哥，我们直接就来一个写实的、这个到最高境界了已经。峰哥到前面来，正前方、你今天穿那么漂亮的丝袜，你还不站在前面来？你看，真是。哎呦，我的妈呀！快来说一个，有一只小鸡，别的小鸡呢都吃虫，它呢不吃虫，它喜欢吃蕨菜。别的小鸡就问他，哎，你怎么吃蕨菜？你不吃虫？然后他就哭着回家问妈妈，说妈妈，我为什么喜欢吃蕨菜不吃虫？然后，谢谢谢谢谢谢，讲的真好呀，谢谢，
然后为什么别的小鸡都喜欢吃虫，我吃蕨菜呢？妈妈说，你别急，你是最棒的，因为你是一只挖掘机。挖掘机。一凡，是，是。北京不太熟。哪熟？韩国。长沙也不是很熟。对啊，嗯，没事，熟了就行了。熟了之后我告诉你。一凡呢，就是属于那种颜值逆天的，曾经被评为这个亚洲长相最精致的男星。老徐，你在那个监视器里面看他的时候，什么感觉？摄影师看到他，快门就会不停地按。你看现场就一直没停过嘛。对啊。听说你以前好像是打篮球。对对对对。现在还手法还在吗？已经不在了。不在了，那不如不在了，不如找一找感觉，好吧？好坦诚啊，对对，我们现在让你恢复一下。你好，我的英文名字叫 Kobe Bryant。哦，你好，你好。对，你是挺抠的。来来来，我的偶像。对。哇！哇！哇！太轻而易举啊！好轻松啊！哎，你还说不在，你太在了。来。哇哇哇！空心哎，哟呵，来来来，一凡远点远点远点，哇哇哇哇，好厉害啊！杠上了啊！对，来个灌篮啊，各位，来了来了啊，来来来，来了来了啊，来来来，哇哇！厉害，帅啊！帅！我们发一个福利，我们派现场的一位女观众，看能不能够拦住一凡，然后绕过你，她上来，好不好？你得选一个这个比较好拦的，就这个姑娘嘛，来，这个好拦，你要拦住她。哎，哦，拿了吧。他站在那个地方就是气势。还有哪位自告奋勇上来可以拦一下？好，那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你来，你来。对，这两个人衣服还挺配的。对，姑娘，你要采取的战术是贴人防守，是盯着球，不是盯着人，不是盯着眼睛。是盯着球，不是盯着人，不是盯着眼睛。现场的观众说可不可以？姑娘不怪我们，不怪我们。哎，一凡，你这是第一次演电影吗？嗯，你话题换得好快，刚打完球就。那当然，让你赶快平静一下吧。那要不然我们继续打吧。哎，没有，因为确实是第一次接触大屏幕，特别幸运吧，能碰到徐导这样的导演，因为他本来也是演员嘛。对。演员的现场情绪的调整，这些他都是最懂的，让我能够有信心，然后把这个电影拍好，然后非常感谢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定的基础，就是他在舞台上非常自在，他可以 hold 住全场。他主要是语言上，因为他很小就去了加拿大，然后后来又一直在韩国，所以他中文说的非常少，所以其实主要是准备了一些口条，然后和那个有语言上的训练，台词上的训练会多一点。你现在可以吗？就是徐导当时教你的台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这个是我们上表演课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在吵其他系的同学的一段话。对，那个时候为了这句话念得特别标准，天高云淡，什么望断南飞雁，他要发音，对对，要么要燕，基本功不错，南飞燕。他在这个戏里面就是那个特别浪漫的那个大提琴手，然后俘获女孩子的芳心。对，网友最后总结就是男人最让女人心动的五个瞬间。有人说男人倒车的时候很帅，还有认真工作的时候，男人唱歌的时候让女人心动。对，现在我们就特别认真的给大家唱首歌听一听，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一凡。一凡，来，有请。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那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掩饰让自己哭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没听够，太短了嘛。嗯，其实一凡呢，他画画也画得特别的好。嗯，啊，好多粉丝叫他叫吴梵高嘛。吴梵高，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有请荷尔蒙天团轮流来画画，大家来猜歌的名字。疯狂猜歌，一凡你来，一个画架，瑞佳，几号？八号。那我不就看到了哦。只有我能看到，但是不能给大家看。对，你画这个不能写，这也太抽象了吧。你画出来更抽象应该。对对对。一扎你要画哪个？七号。哇，这个才抽象呢。嗯，天哪，要用画来表现呢。我们的一凡已经开始创作了。一扎你是要画一个苍蝇拍吗？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高一呢？为何你不懂？为何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没有你会不同。我和你就没有梦。四、三、二。将往事留在风中。好，okay, 画完了。好，有谁能猜出来这是哪首歌？这是一棵树，然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中间有一个爱心，然后上面最重要的是哦，这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哎，山楂树之恋，这是几个字啊？哎，我们可以再提示一下，刚才这首歌我们在现场听到过。你看这个男孩叉着腰，他在干嘛？啊，哦，有人猜对了，这对答案是等你爱我。哦，看来等你爱我实力还是不错的。那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特别关注《我是歌手》的第三季？一凡，你呢？我看了。他回答问题回答的让你觉得你提问题特别不应该。对呀，啊，你看了就看了嘛，你最喜欢谁啊？不是，他回答问题是感觉是包大人在审案。对，我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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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当中，你比较欣赏哪一位歌手？王超，好看啊，好看。这形象是。你最喜欢谁？我都挺喜欢的。其实，在歌手第三季当中。杰怡啊，大家都之前有可能不会唱，还有我的偶像的歌也有被唱到。什么？对，我们再给你找一个有可能比你还紧张的啊。嗯，凡凡，你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我的爱情，等一下，等一下，导演，收嘞，收嘞。行吗？会唱吗？会。刚刚听了一遍，刚刚听了一遍啊。好了吗？当喜剧演呗，反正。嗯。Action。有多久没见你？对，因为你在哪里，啊，原来你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导演麻烦你说咔咔，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一般是在 KTV 路过那种两三点钟的时候，对，大家喝的差不多了，对，喝醉的版本。我倒还是听出了一种内心的那种纠结，这是太久没见了，听出了崔健在包厢的感觉，摇滚范儿。喝醉了，然后很伤心啊，然后内心有点痛，撕心裂肺，对。特别开心今天能够请到这个老徐还有他的这个电影的团队还有杰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一种心动叫做爱情，其实每个人对爱情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啊。勇敢的爱，希望早日找到那个让你勇敢去爱的。